因為都是首次跟我爸仔一起合作嘛，我覺得是很 surprise， 很多驚喜喎，即原來我哋兩個都很有默契喎，因為周文鳳呢個角色其實佢都是在後期 support 佢，係佢個律師，亦都係幫佢打點佢所有財政方面嘅，咁但係當然又係佢太太，有可能因為演繹佢太太啦，咁所以好多肢體嘅動作，其實即係掃佢背脊啊，摸手仔啊，去即係掃下頭髮，即係啲日常生活嘅有啲親密嘅行為都會喺電影裏邊呈現，係唔係打得火熱嗰種，係嗰種結咗婚一段時間，係啊細水長流嗰種關心係真係發自內心嘅。因為自己已經有小朋友，自己經歷咗做太太，經歷有太太嘅呢個角色喺現實生活變咗喺部戲裏邊，你就好容易帶，好自然就會帶入去。即係都做下老公啊，摸下佢。會噶會噶，我好中意噶。我做下佢就唔會抵。唔係啊，即係覺得啊，即係覺得認同佢啊，還是即係咁樣掃下咁。第一次穿婚紗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所以那天我穿完婚紗很少，咁走出嚟的時候咧，阿華仔好遠，咁佢已經見到你穿婚紗，咁拖曬地，佢就已經衝埋嚟扶住你。我心諗，咦都冇 roll 機喎，點解你已經好自動自覺就埋？咁我就覺得佢好有紳士嘅風度，咁我就突然間嗰一剎那有少少面紅，即係覺得哎呀唔使啦，得噶得噶得咁樣，有少少唔好意思咁樣。動作戲係啊，動作戲就。我就緊張啲啦，因為阿華仔話曬當晚嗰件事之後，第一即係喺度拍戲嘛，咁所以佢一場我跌喺個車跌落嚟，咁佢就抱住我，咁嗰場我都好緊張，因為成日因為佢連排戲佢都要親力親為，我心諗你揾個人替身幫你行一次位，唔使自己噶嘛，咁所以我成係啦，因為始終你呢啲冇話。因為咁大件事，其實你冇得話完全康復噶嘛。咁但係佢有一場戲係講講佢個阿叔咪出殯嘅，咪好虛撼嘅，又白又黑又出曬嚟。咁嗰場戲因為實在古天樂咧同啲傳媒喺度即係喺度踩我老公啦。咁嗰場戲我就。即係我就好唔憤氣啦！即係雖然我企喺後面都好咧，我忍唔住嗰場，我就當住啲記者面前，我就衝出去，就話俾阿古天樂即係法律上會綁即係我先生嘅名譽。跟住即係嗰場戲就唯一場我真係去挑戰古天樂啦。幫老公我其實我未試過嘅，試過喺紅綠燈都未錄啊，後邊已經啪啪喺度噗噗咁。唔係佢揸車，我喺隔離，但我都忍唔住回頭，做咩？做咩咁冇耐性啊？點解要咁樣啊？即係我覺得係咯，會咁樣啦，但係冇後屘俾先生截住我。佢唔好做冷靜啲。係啊，佢話媽咪冷靜啲，冷靜啲。唔係因為我覺得好冇禮貌，